来你们来了吧？你二爸说他钓到鱼喊过来吃饭的嘛？嗯，那大妈呀，弟弟？大妈还在那边，弟弟那边放学。哎，那我等会儿正好要送狗儿去洗澡，那等会儿就顺便去接弟弟，你记不记？那我穿啥子鞋子啊？用了噻。怎么？弄到哪里去？不是洗，是剪毛，就在学校那边边的。他还要修啊？肯定噻，你看我上次给他剪成了地中海。那太丑了，剪不剪得丑？比你好看，比你好看。你好歹是帮我把猫儿弄起去洗个澡噻。不啊，你的猫儿你又不跟我耍，你又不跟我耍，你要跟我争，我不干。那你抱的时候啊？我没抱。你看到就对了，他这走到门口他就要往后头那么子黑去拉。哎，假如没有。走走走，走洗澡。你看。走啊！他没洗澡了。害怕。走。他为啥子？因为他没怕洗澡噻。我感觉他一直在打抽抽，好烦一声。杨星子，你看到我们了？慢点，开到车哈。你们怎么来的嘛？想吃点啥？惊不惊喜？想不想吃啥子？我带你吃。我想吃羊香饼。怎么？在哪里？前面右拐。怎么？再来点嘛，把那块下嘛。等我妈也要回来，大妈在那边来呀。好久没吃，我好刚看到门口来，想去吃门口那个小吃。我要去吃。好多怀念小时候的味道。我以前那儿都是从那个路的时候就在吃，一路吃起走。要番茄酱。啊。我还想吃那边那个，还想吃那个烤肠，那里还有烤串。那那边有吃吧？你是来接我的还是来吃东西的？我是来接你的，我是来接你的，不要怀疑我们。你再等到还有让我们去买吃的哈。嗯。我都吃饱了，杨哥，你吃饱没？好吃不那个？也蛮。好不好吃？肯定好吃噻。还会说二八，还会吃饭呢。嗯。姐，爷爷在忙，你在弄吗？二爸。啊，等你们来接好久哦，等你们回来鱼才下锅啊。老师，你说呀。杨刚来了啊。啊。正好你弄一块的，你弄的好吃的。要的嘛。啊。放那么多酸萝卜，不要再加盐了。我爸要你教，我爸弄好饭都弄不来。主要是出事了，我老汉儿都让喂了，辛苦了。不困不困。妈妈，吃饭喽。耶，妈妈没弄到。我刚发了消息，弄漏点了。哦。晓得，好嘛。喂，杨多多，没事哦。这么大的鱼都钓到去了。来吃，杨多多，杨多多喜欢吃这个。告诉我，一点都吃。杨多多，你不吃啊？嗯，我都不想吃了。你吃了啥子？你不想吃了？我没吃啊，是他们俩再吃哈，把我整个小子吃完了。耶，杨多多，你买了好多好吃的啊。他两个要吃。我没吃，他两个要吃。好吧，我要吃。哦，明天我要走泸州去。师傅那里他们妈妈不是拽到了啊，动了手术啊，他明天办出院，办出院接到屋头去，明天我就过去在他屋头去看看娘娘。哦，不得，记得买点东西哈。啊，我不知道过去的时候在那边买。哎，就是杨哥，上次陈大姐不是说那个猪肝好吃，你这次过去给他带点过去哈。要得。姐姐，你们要走泸州去耍呀？对呀、啊。我也想去。你要去啊？姐姐过去有事的嘛，那个娘娘拽到去了，她去看她的嘛。等下次再带你去噻。我要去，我要去，我想跟弟弟妹妹耍。那走嘛，跟我一路嘛。你要去啊？你过去你要听话哟，在别个家头要有礼貌，晓得不？不准炫，不要欺负那两个弟弟哦，一个弟弟，两个妹妹。嗯。好，不准炫哈。嗯。啊，你们啷么子去啊？开车子去噻。开车子去啊？啊。开车子去，杨多多一个人在高头，哦，你一个人弄到他。他麻烦的很多，坐床头，这儿这里那里的。不晓得、啊。那不要那么子，整个店子都没得好忙，喊杨刚替你开车，就他弄到弟弟，他开车你能帮弟弟弄到。啊，他麻烦的很，那个娃儿，出远门。一会儿要看电视，一会儿要吃饭，一会儿上厕所。他就是那种，我都不喜欢带他出远门。好嘛，那我明天早上给你们打电话，我过来了，让你们下楼。好的。嗯，好嘛。